给他点压力就行了，不然他压我们中路压的太嚣张了。蛇女打不过吧？对啊，一看就打不过呀。没到三，他想卡三，但是没卡到。印记刷能刷在下面吗？漂亮。可惜我印记没拿到啊，没拿到老鼠的助攻。老鼠这波可能会来帮他们盲僧守这个上河蟹。看能不能蹲到这个老鼠，是我。妈的，浪你他妈游游游游游，喜欢游是吧？游啊！游啊！妈的，喜欢游走，喜欢游走，我就蹲，就蹲你就完事儿了。那小耗子。阿哥上要来了，走远点，不要在这里回。你看是吧？意识没到位啊！我就感觉阿哥上是要来了的。印记刷在对面的蛤蟆了是吗？我好像可以去。
我看着他拿红 buff 过来了，所以说，但是我要先走，知道不然我杀不了他，我不能让他看到我在这，所以说我选择打完蛤蟆，避开他，假装走，然后再回头反杀。给他个出其不意，他完全没有想到。不 A 了，等。被老鼠毒死了，我操！有点难受啊。不过还好我的人头是老鼠拿的。哎，我就心痛我的先锋啊！我就心痛我的先锋啊！谢谢丹姐的加兰卡，谢谢谢谢谢谢！他妈老鼠把我先锋给整掉了。好伤啊！厄斐已经开始一打二了吗？他伤眼位哦，他是刚叠出来的吗？专注。我这波要吃印记，所以说这个得给我个助攻。下一个印记会刷在对面石油人，40秒钟，吃个 F6 再去石油人那里等第七等第八层吧。拿完第八层之后，先锋啊，哦，瞎子把我野怪给偷了。漂亮。这波得走的，因为对面肯定都去上了，直接走就行了。拿我的印记去，等个几秒钟。老鼠这波会出来偷我们辅助或者 AD 的，老鼠肯定在。
就更有乐子了。我浪了一波，兄弟们，这波我浪了，浪了一波，浪了一波。这个局势浪一波不过分啊，这个局势浪一波不过分，确实浪，这波我浪了，纯浪，确实是纯浪一波。卡莎拿的，后面不浪了，等先锋打吧。拿先锋推他们就行了。推了吧。